旭东泰 EKL HDMI 无缝切换器 812HA， 支持 4K 30赫兹 高清分辨率， 一键切换不黑屏。 支持4画面实时显示模式。 8画面实时显示模式。 支持按键切换， 遥控切换， RS232切换。 通过遥控可控制切换音频输出， 使用标准 EU 外壳， 机身两侧预留孔位， 支持机架式安装， 采用8进2出设计。 输出两路支持 ARC 功能的镜像 HDMI 信号， 支持 2.1CH、 5.1CH、 7.1CH 光纤同轴数字音频输出， 以及 3.5毫米 模拟音频输出。 接口说明， 连接示意图， 连接 HDMI 主机1， 连接 HDMI 主机2， 连接显示器 A， 连接显示器 B， 连接音响，连接电源，这样就能正常使用了。